时候，一段小插曲也能让人印象深刻，让我们开启下一站的旅程。成都，天府之国，成都，火锅之城，在这儿，传统与现代交融，市井与文雅并存，在这儿，千万种小吃相伴，香辣和椒麻诱人。成都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感受真正的慢生活，这里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成都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一个真正有味道的城市。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吃起来。成都，哇哦！回到内地你应该比我熟，所以我就打算就都听我不做功德。这边我其实没来过几次，可能还没有蛙哥来的多呢。是。那我们这次的飞行嘉宾是成都人吗？他们？嘿。都是男同志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就是男同志。好吧，我一点也不是啊。他们几个人？他们仨，三个年轻，三个男孩，那是肯定是个组合呀、啊。哎，接近了，是不是？三个年轻人，不会，不应该，节目组没有那么多经费。八哥，这次咱俩倒着开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哎，他们飞行嘉宾有没有驾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开，我们去看风景？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到了，到了，拿我们的包。用脚搬一下就开了，哇呀！好的，那我们到我们那个时光旅馆，这个吧，哇，这就有茶楼啊？怎么就好像故意做的做旧做旧的啊？茶文化在成都是很非常的流行，对，所以哪里都是喝茶的地儿。你看成都这边就是，你看连住的地方都是吃茶住店。就是、茶这个很重要的地位，那应该就是这儿吧？对，应该是。哇，到了！哦，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这边很有特色的，老板。来，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房间。我们的房间名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，八十，八十，这我知道，对对对，八十，卤茶，卤茶啊，素茶就是绿色的茶嘛。哦，绿色的茶，烧肉，对，这是烧肉，吃烧肉，吃午饭了没？哦。我们俩一个把死，一个撸茶，撸茶，把那个散物给他们是吧？对对对。这次你们旅行有什么计划吗？我们没有太明确的计划。我们每次出去都是找一个当地的朋友，最好能给我们推荐推荐。啊，那我一定要给你们好好推荐一下。那太好了。其实成都最讲究的呀，啊，是盖碗茶。盖碗啊，哦，那个，如果想体验地道的盖碗茶，嗯，我又给你们推荐一个叫彭镇的地方。哦，彭镇，有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地方。彭镇，哦，是一个镇子是吧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老茶馆，就是它有一个很久远的历史嘛，就是那个地方100年前就有，然后叫观音阁。观音阁，观音阁，对对对，因为它离城市没有这么近，所以说反而就是保留的很好。
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地道的川西风格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吃呀、民俗什么的。哇哇，是这里吗？精品民宿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的朋友应该是到了，是吗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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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。我们买了早餐给你们，对，都是成都的，对，特色。我们是一个，就是中国的男团叫 Vision V， 我是黄旭熙，对，然后这位是 Ten， 泰国人，哦，泰国华裔，我是杨洋，杨洋，对，因为我们想到这次的方式跟之前女同方式不大一样，这次想要用开车的方式自驾去走这一趟旅行，好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会开车吗？我们没有人会开车。我们的美梦破灭了。你是没有驾照还是没到年龄？没有，没有驾照。对对。我是没到年龄。我是2000年生的，就是我其实才刚成年。我是99年的，他是96年。96年啊，我们俩同年。什么？2000年？哎，别想了，年龄都不是重要。过去过去。别想了，来。来来来来，喝一杯。我以为他已经很小了。你们来想要去哪里？其实我们三个来之前，我们有看到一些那个成都的小视频，就是剪得特别好看。然后我们三个也想要去拍一个这样的视频，对。对，有没有推荐？有啊有啊。那我就给你们推荐个朋友在那个咖啡店。咖啡店，我他很喜欢。我喜欢咖啡店。很多时尚的美女帅哥都去那儿拍小视频什么的。哦，是。我看到有些视频介绍成都的掏耳朵，他们是用那个。有一支很长的东西啊，像妈子刚才说那个采耳，就这一系列，就是你说去哪儿，彭城都有，彭城那边有都有。我也听说，但是我也没有，我觉得等一下要去试一下。很享受的，很享受。对，我也要试一下。那我们先大概了解这个情况。哦，对，我们带了那个早餐，赶快吃吧，不然凉掉。对，我们要赶快吃早餐。哎，安慕希这是出的新口味了。对对对，这什么？猕猴桃和青提。对，还有。哇，还有啊，这是青桔、葡萄柚、青稞哎，对，青稞，对。来来来，干一杯！来来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干一杯！耶耶耶！来来来，安慕希啊，哇！听说这里有这个什么熊猫吗？熊猫。哦，对，有很多。你们想要包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看一下。对，因为可以包个国宝的话，哇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是不是？哇，我最低线都能看到的也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就是用在近距离看到也不错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？出发吧，走喽。OK， 谢谢。玩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回来见。我们出发去第一站彭镇，拜拜。